我觉得是我有在想，我一直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我有看到在事件当中我自己的恐惧，对现实的一些恐惧。是。我有放不下，是我没有领悟，我没有搞清楚，或许就是我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放不下那个东西是什么。我有看到自己，我有时候觉得我明明体会到什么是我想要的，什么是我开心的。那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觉得自己害怕什么，或者是缺乏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缺乏的，我觉得是我，他让我目前意识到我缺乏的，首先是要独立，就是，我自己审视过自己，我觉得我其实我以为我觉得我不是，我并不是一个不独立的人，或者没有独立精，就是想法精神的人，因为也有让自己想去，以前的经历也好，或者现在也有想要去，想要去独立，我觉得才能面对，这个大功课，接下来的大功课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是会觉得 somehow 就是好像方向又不是很对，就是。Well，如果从来没有从洞里面走出来，你不可能知道是对的。你现在讲话的口气跟 Jenny 2年前很像，他那个时候在家里工作，他也告诉我他很独立啊，是吧，Jenny？我们在讲天话的时是候，吗？对啊，他每我没天有上在家工班，然作。后拿正常薪水住在家里，他觉得非常独立啊。他每个月对还啊，会我给独他父立。母多少钱？对啊，对给父啊，母好多超钱。级独立的。他也 OK 啊，想觉说得自己很独立，家里都是他雇的啊。然后直到我想们做发什么现，就做什么。对对对，直到我们发现什么？为什么爸妈要煮早餐给你吃？为什么？然后啊，为什么？就不会洗衣服，不会做家事。对。然后他出来之后，他也一件一件事情克服啊。那如果 Janet，我相信 Janet 今天如果没有搬出来，他没有跨出那一步。然后他还是继续待在他的爸妈家，然后他继续告诉自己：“我是很独立的，我是怎么样？”他今天还是不会改变啊。社我会其很，实，是，社会一个很残忍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面的话，即便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改变，nothing's gonna change，nothing is change。那。如果我可以 make a difference, do the first step。如果我跨出那一步，我今天不是叫你要搬出来，但是 sure I cannot find a job，到处都有找工作。那我从星巴克的 barista 开始做吧，我从餐厅的什么开始做吧，right？对，我其实有，其实包括我找房子，或者我现在开始就是恢复我自己教学生，然后也是想着说，其实我没有真正，我以往的经历并没有一个真正在外面，有过打工的，但是就很少，就是有过那么一两次经历，就是其实有在想着说突破自己，就是好像我现在如果出去找一份跟自己专业没有关系的工作，我就把它当做是一个，不是说就我要做那份，就是以后就要做那份工作，但是它当做一个突破点，就好像也让自己突破什么，可能这个是最需要的，我才能去面对更大的挑战。
但是我比较想要讨论的是，今天的你有活出你想要的样子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到底是什么东西阻止了你？